这里呢就是有点小巧精致，同时呢游线比较集中，啊，游客来的话呢就徒步一段，就可以走到山顶，也不会对这个体力啊有太大的挑战。那它在徒步过程中呢有很多趣味。这里的养父女子，大部分的景点都是高达10000个立方厘米以上，然后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6%。